再接前奏为重，肯定要一个，对不对？不然有点怪。嗯，不然就接回去好了。其实我们前奏可以稍微换再像一点，就是一二三，然后四五，然后六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一样的节奏，但是我们就是一二三四级五六，再次一二三。我觉得这样比较没有失去那首歌原本的感觉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走副歌跟 outro 就好了。好，因为 outro 跟前奏一样。那四个和弦什么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四五，拉降西哆瑞，有瑞哦，嗯 ，D mi， 第一个是 F on A 嘛，再来是降 B， 再来那个是什么 ？C 啊，然后 D mi， 安内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 ，D mi， 副歌后半。六会一起接哦，先跟你们讲一下。好。前面应该不会这么沉，因为上一首歌接过来，其实基本上它的信息是连贯。所以不会到这么好啊，那可能就是，可能就是木吉他、贝斯，然后鼓还是进一点点 simple 的东西。来到他的面前，要相信今天你带着什么需要来到。
把心弦拉掉。抓的对啊，不好抓。你有弹我就抓得到，前面有弹个转调我就抓得到。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其实可以的，只要前面有一个转接的。所以你希望可以在这边升是？我觉得这样好哎，很好。所以是什么？所以是有谁的和有充满我，然后走上 key one two， 然后。这样是要延长啊，不然会不会来不及？多一个小节，多一个小节，对不对？各一个小节，所以是用心就和有充满我二三四，然后升二三四。Thank you.
样的时候怎么接？你应该要把它连过去的。不要好不好？那个不要，不行，不要走这个，你走一个正的啦，你走一个正，不然张全牛铃刚拿出来。对，走一个正的，你就直接换到 F， 然后走E4好了。